小杨哥带火丝袜时，为了直播效果，让大杨哥把丝袜套。我就立刻，在头上，赶紧给我面子啊！这个兄弟们让我套，好吧，我们套一下。如果你觉得不行，你给我弹一下床。对，我就立刻把兄弟们给他去了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弹性啊。大杨哥，带头上的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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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谈呀，真谈了，真谈了。好，你们三个先一下就谈了。这个确实，看来这个确实不行啊。